窗上出现你的笑脸，突然间就点燃我的天，彩虹一片片环绕我身边。这些年无论风雨晴天，你都在身边，回首间心里面多温暖，灯火在阑珊，等你也甘愿。流星划过的夜晚，光芒是我的诺言，我学会勇敢。流星雨荨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这一次，我不会逼你选择的。当我今晚看见你跪在地上为云海绝望哭泣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最后的选择。端木，我承认我以前是喜欢过你，失去你的时候我的心很痛很痛，可今天晚上当我以为云海永远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的心不是很痛，而是感觉我的心已经死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一直爱着云海，我只是不甘心。我以为有一天你会被我感动。我是很感动，可能不一样。感动不是爱。你赢了，希望你拥有了他能够好好的珍惜。如果你再让他哭的话，我不会饶了你。我走了，我不会在这里踩错你们的电灯泡了。
好幸福。端木，对不起，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很喜欢你。失去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好痛好痛。可是今天晚上，当我以为云海要永远离开我的时候，我的心不是很痛，而是感觉我的心已经死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我们也算是经历过生死了。我会爱你一辈子。一辈子？不信吗？我信。不过以后的事情，谁也说不准。说不定你以后还会爱上别的女孩子。我向你发誓，我这一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我就背上重。不许这么说话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明天我陪你去买生日 party 上用的东西吧。我来接你。好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好像忘了点什么吧？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，跟我分开之前应该做什么？什么呀？你这个坏人，小心被我妈看见。都这个时间了，她肯定睡了。雨璇，妈，你还没睡呢。刚才是云海送你回来的。你们和好了。妈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和云海正式交往了。那端木呢？今天晚上发生了很多事，让我知道，令我有好感的是端木。而我真正爱的人是云海。你和云海之间不是一直有矛盾吗？再说了，他妈妈一直不喜欢你，这可是个大问题啊。还有，你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咱们能不能……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耽误学习的。我和云海都决定好了，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面对多大的压力，我们都会在一起，不会分开。哎呀，看来妈妈是老了，看不懂你们年轻人的爱情。不过，妈妈会支持你的，只要你选择的，妈妈都会支持你。妈，
你真好。吃饭吧，好吗？好啊。爱的花儿似昨天，一步一步向你靠近，一圈一圈贴我的心，就像夜空舞蹈的流星，一步一步把我更近，一圈一圈更确定，要被你旋转。找你了，雨荨，云海来找你来了。这么早？来，进来吧。雨荨还没起呢。哦，坐啊。谢谢啊。我给你倒点水去。阿姨，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你怎么来这么早？雨荨，赶紧，我想到一个好地方，一定要带你去。去哪里？去哪里呀？换衣服。快点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阿姨，我来这么早是不是打扰您休息了？哎呀，没事，我习惯了。来啊，谢谢。啊，你妈妈好吗？挺好的。啊，你和雨荨的事，你妈妈知道吗？阿姨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这次跟雨荨在一起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谁反对，我都要跟雨荨在一起。啊，我也搞不清楚你们年轻人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希望雨荨能快乐。阿姨，我发誓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照顾雨荨，而且每一天都让她开心快乐。我想和他在一起一辈子。妈，你放心，我相信云海，他会对我好一辈子的。唱一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，这时来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不可替代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，把心交给我，这一刻要你听见。就是假人，怎么可能是真人？要是真的怎么办？看看。新鲜的快乐在我手中为你颤抖着，多一秒你的笑容付出什么都值得，旋转和银河每一个音符都记录着你的喜怒哀乐，让我来谱成歌。唱
首歌，全世界都陪你听着。这时呢，你会明白，你是唯一不可替代。让我为你唱一首歌，闭上眼睛。我饿了。哎，我们晚上去那个地方吃饭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看那个地方，约翰，怎么了？我昨天晚上梦见这座桥了。哼，没想到我们家的小巫婆还能预测未来啊！我们别待在这里了，去别的地方吧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看这个地方多漂亮啊。哎，你不会是和端木一样有恐高症吧？昨天晚上我梦到你从这里掉下去了。哼，你笑什么呀？我开心啊。为什么？让我来帮你解梦吧。是因为呢，昨天那个罪犯打伤了我的头，你呢就一直在为我伤心流泪，所以在梦里面也在惦记我的安危。这就叫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也许吧。现在我们可以走这座桥了吗？是啊，你吓我是不是？说要吓得我尖叫，就是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，我就不理你了。好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喂，等等我。不等。等等我嘛。喂，别那么小气了。好了，不许动。转过去。在玻璃窗上出现你的笑脸，突然间就点燃我的天，彩虹一片片环绕我身边。好了，别再生气了。无论风雨天你都在身边，回首不就一杯爆米花吗？这不会是你刚才捡回来的吧？想毒死我啊？快吃吧。嗯。啊呜、哦、喂我一个忙。啊呜雨荨，我带你去看彩虹好不好？喂，我是彩虹吗？哎呀，这么大的太阳哪有彩虹啊？傻吧你，好不好？把眼睛闭上。不闭。喂，快闭上。不闭。
别动好不好？粘下来！哎呀，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去看彩虹。不，快啊！不，走了。哎呀，不！快一点了，走了。真讨厌。这是哪里？这么晃？云海，云海。嗯。哎呀。哎，不能粘。现在啊，我们两个要一起去探险。探险？是啊。雨荨。啊。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我吗？灯火在阑珊，等云也甘愿。流星划过的夜晚，光芒是我的诺言。我学会勇敢。云海，我们是不是在上升了？是啊。我要带你去空中看彩虹。我愿意划过你的世界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们是在缆车上，对不对？傻瓜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嗯，这个笨蛋一点也不会搞神秘，都让我猜到了，还有什么惊喜吗？那好，我慕容云海要献给楚雨荨世界上最最美丽的彩虹。不是在缆车上，原来是热气球。云海，我们在热气球上。哇，好漂亮。我们在热气球上。哎，对了，你说要带我看彩虹，可是除了太阳还有云彩，彩虹呢？看下面。嗯，这边啊。嗯，那里。哎，那个真的是彩虹。不是，你喜欢慕容云海献给你的彩虹吗？我喜欢。你刚叫我什么？慕容楚氏。雨荨，你愿意一辈子跟我的姓氏吗？我愿意。你愿意对着天，对着大地发誓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吗？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，对着天空，对着云，对着风，对着鲜花彩虹发誓，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，我会让他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，直到老去死去。我楚雨荨对着天空，对着大地，对着风，对着云，对着彩虹，对着鲜花发誓，我这一辈子只爱云海一个人，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永远陪在他身边，直到我们老去死去。雨荨，我们一辈子都记着今天的誓言好吗？
刚刚出院，血压呢也刚刚稳定，就少操一点心吧。来，该吃药了。嗯。这孩子大了，都有自己的想法。小海喜欢雨荨，就让他喜欢去吧。啊。哎，我是真的不喜欢楚雨荨这个女孩子，她性格太倔了。 而且还不懂事，我当时觉得这孩子挺懂事的。他们校长告诉我，这孩子的学习成绩相当好，准备给他办奖学金，送他到国外去念书呢。这个我都知道，就是因为他学习成绩太好了，他将来肯定是个做事业的人。可是我们家小海不需要女强人，我真的希望他能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。 小海将来肯定是要继承我们的事业的，如果他身边没有一个好的贤内助，你说他将来日子怎么过啊？我说你呀，可真是老糊涂了。我怎么老糊涂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你说的那种女强人，不就跟你一样吗？你看你多好啊，里里外外有你操劳。 我才有时间去享清福，整天爬山涉水，高兴得不亦乐乎。这样很好，这样小海以后不就少操心了吗？那我做女强人还不是你逼的呀？<笑>其实说实在的，骨子里头啊，我还是觉得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待着。好了，这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看。 咱们两个慢慢不也老了吗？操那么多心干什么？哎，你不是说咱们两个也慢慢该退休了吗？是啊，我现在是想管也管不了了。看来这次小海是铁了心要跟那个楚雨荨好了。<笑>我说你呀，就不要操那么多心了，啊。 该睡觉了，走吧，去睡觉。这两天事情比较多，要注意身体啊。嗯，走吧走吧。明天你的生日 party， 我来接你。不用了，明天我都和小鱼约好了，明天早点去现场布置。你去陪你妈妈吧。 记得和云朵姐一起来就行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最早到。<笑>舅舅。 在这里啊！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们两个要……云海，你早点回去吧。啊，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，舅舅。改天陪你喝酒。哎，好。哎，太太，舅舅，他叫我舅舅。 我只要跟他说，妈，可是你，我出门了。大周末的，你不陪妈妈呀？我有事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今天雨荨过生日。妈，你和雨荨。 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女人，当然还有老姐。妈妈，我爱你，我爱姐姐和爸爸，爱我们全家人。
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。我们为彼此的忧伤而忧伤，为彼此的快乐而快乐，对吗？对呀。你，你爸爸和你姐姐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宁肯放弃所有的一切，来换你们的幸福和开心。妈，我不要你用所有的一切来换我们的幸福和开心。我现在和雨荨在一起，真的很幸福。那种幸福是那种特别激情澎湃的。妈，我相信您和爸爸也有这种感觉，对吗？小海，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。虽然我还是不喜欢楚雨荨，但是如果你觉得真的很幸福，那你就去做吧。毕竟妈妈不能管你一辈子。但是妈要说一句话，你还小，爱情是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的。妈，这么说你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了，对吗？你都跪着跟我说话了，妈还能说什么呀？嗯，去吧。那我走了，妈。走了，姐。哎，我也要去给雨荨买礼物，一起去吧。你去买礼物，我去买幸福。谢谢老板，欢迎再来啊！哎，好。先生喜欢这个？问一下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？这个只要有照片就可以。这个可以做吗？可以，只不过时间要长点。麻烦您，我可以多加一点钱，你帮我快一点。当然可以。那好，谢谢您，我等一下过来取。好啊。哎，丽丽，你看雨荨怎么样啊？来，帮我一下。哎，哎，这个好漂亮啊，让雨荨过来看看。哎，雨荨，雨荨，哎，你过来看看怎么样啊？好嘞，去吧去。舅舅，你也过来看看吧。啊啊，马上来啊。真漂亮。哎，雨荨，你选哪个？这个吧。哎哎哎哎。这个不能放在这个地方，是吗？啊啊，这样不好看的啊！哦，哎，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哎，那放这个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放这个。这个好看。哎，这个不错。好，这个放这里啊，这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雨荨，我在等着给你取生日礼物呢。哎，你可别买太贵的啊。放心好了，我这个生日礼物你肯定喜欢，而且绝对想不到是什么。那好，我等着你的生日礼物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妈她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所以啊，今天你生日 party 上，我要向所有的人宣布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好了，你就是这样一点小事闹得全世界都知道。哼，好吧，那我很快就到了，等我。那好，你快点过来吧，我等你。开新闻发布会了啊！你的爱情终于要开花结果了，小鱼。来来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来，生日礼物，过个生日嘛，没必要那么客气的啊。这些啊，都是云海让买的。
云海上买的呀？对啊，对啊。哎呀，那应该，就是。哎，雨轩，嗯，今天你过生日，你就别动手了，我们大家来为你服务。嗯，对，开工。来来来。走走走，好了好了，吃烤蔬菜吧，今天。动手了，雨轩。哎呀，我来。哎，我来洗菜啊。好，你们先切。我来。大家太给你面子了，已经把你当成慕容家的人看了啊。舅舅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不要乱讲话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好，不讲不讲不讲。哎，要要穿呐，这个要不要穿上这个蔬菜？当然要了。哎，雨轩，端木什么时候来啊？啊，对呀。端木什么时候来呀？把那给我，把那拿过来呀，快点！不知道他来不来呢。烤蔬菜最重要的是酱，我来调酱。对，大家快吃水果吧。肯定特别好。来吃香蕉，还有桃桃，来。哎，好，来给。老板，做好了吗？啊，做好了。你看满意吗？是你啊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刚好看见你的店挂着转让的牌子。怎么了？经营不下去了吗？你是不是希望我破产？我没有破产，是我做不下去了，是我把店给卖了。如果这个店生意很好的话，你为什么会卖呢？因为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我想离开。我要去完成我半途而废的梦想。你知道，我也是爱丽斯顿商学院出来的学生。当然，我还知道你快毕业的时候退学了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退学吗？因为我太自负了。上学的时候，每一次功课、每一件事情、每一次考试，我都是第一名，我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学生们把我誉为考神，把我当神一样顶礼膜拜，这种感觉你知道吗？后来我就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我林晓李想做的事情，就没有做不到的。我不需要什么学籍了，我可以闯社会了。我要做事，要做大事。可是你看我都做了些什么？刚到社会上，一进公司做一个小职员，却只顾着证明自己，害得你们家差点破产，害得我心爱的女人离我而去。你知道就好。这个店是我的全部心血，但不是我的理想。上次跟你爸爸彻夜长谈之后，我清醒了很多。我就是一个人，并不是什么神。我也会犯错，并且应该去改正和面对错误。我想过了，我要去英国留学，重新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人，而不是什么考神。祝你好运，谢谢。对了，我老妈出院了，我相信我老妈只要不看到你，就不会犯病。你不是一直想跟我赛车吗？
是啊，好，走之前我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。哼，好啊，那明天？不用明天，就今天吧。今天不行，今天我有事。哼，你不会是害怕我了吧？哼，我会怕吗？因为你知道我在学校的赛车记录。哼，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输给你的。那就今天比。 明天我要走了，恐怕没有机会了。我们现在由山脚出发。 世界多拥挤，旧有的匆忙，用所有。
去。